林场的人在这租的房子，在这办公啊。哎，他们人要是出犯了法，可我们房子没犯法。他们留下话了啊，你们那个林蛙要是养活大了，到时候人家一准按照合同登门收购。要一只都活不了呢，我那个就一只都没活。您看啊，您没养活活，那怨谁呀？你不能怨人家吧，怪您自己没养好活。您看人家有合同，哎，有公证啊，还有是法律手续，你说这你打官司打到哪儿，人家也输不了啊。嘿嘿，你们呢就认倒霉呗。我认倒霉？我凭什么要认倒霉呀、啊、这一万多块钱就在我给打了水漂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我都哭晕了。你再哭我也要哭了。那咱姐儿俩就一块哭个够。谁跟你一块哭啊？光哭就痛快了，那问题照样没解决。你先冷静点，那林蛙不是没都死吗？还是好几百只呢。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儿，今天一天就死了200多只，这我受得了我就这么死吧、哎、你别想不开呀，你得有信心。我有信心有什么用啊？林妈活不了了，咱俩姐妹一场，就此分手吧，再见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该不是想跟那些林妈同归于尽吧？我要是死也犯不着跟林妈一起死呀。哎，今天我妈给我打一电话，说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个对象，听说条件还不错。你说说，我在北京就混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吃的，干脆回家找对象得了。要是那人还不错，我就跟他结婚。我现在呀，去火车站看看，看能不能买张票。回家替我问你爸好，问你妈好，问你对象好。那我先替他们谢谢你了。我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吧。今天早上呀，我又去看了看那些林蛙，又死了200多只，剩下的也都有气无力、灰头土脸的，就跟我现在这模样差不多。有你这么比的吗？我看他们活着也是受罪，我就是下不去手。要不然回去你受累，把他们都弄死算了。完了以后把那房间打扫出来，当个客厅什么的。反正半年的房租已经交了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，这房租啊应该由我来交，而且这一次养林蛙也由我一份责任，一共损失了10000块钱，咱们姐儿俩一人一半吧。这是5000块钱，你拿着，回家也正好用钱。哎，不是姐姐，千万这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拿着。你看咱们姐儿俩谁跟谁呀、啊？你走了以后，我还得找那信息中心算账，你拿着吧。走吧，我帮你拿。喂，您不能进，里头没人，那林场的人都回东北去了。我不找林场的人，我找你们岳起武岳先生。哦，岳起武，武大爷呀、他也不在，说是搞这个技术推广去了，要养人工繁殖的泰国大白鳝。他还真什么都养啊。啊，那我就找你们中心的领导。那领导也没在。又领导来了，领导来了，有人找您，有人找您。我不在。啊，这是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小姐，找我是吧？嗯。那请进吧。啊，只要不是养林蛙的事就行。还真是那么回事儿。哎，您别跑啊！您放心，我自己没养。哈哈。哎，那我就稍微放点心了。来，请进。以后凡是养林蛙的不让进，不是跟您说过多少回吗？是啊，你看这回是您让他进去的呀。哎呦，我不是一时糊涂吗？小姐长得也……请请请请请，来来，许小姐，请请请。小高，哎，给客人倒杯水。哎，啊，许小姐，你喝凉的、热的还是喝茶？随便吧。许小姐，来坐坐坐。岳主任啊，您听我说。我虽然没有养林蛙，可
可是我的朋友养了1000多只，对，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。哦，不，这个呢我也得跟你说清楚了啊，徐小姐，这件事情啊跟我们中心没有什么关系，是吧？我们是中介代理机构啊，合同呢是你啊或者你的朋友啊跟向阳林场签订的。我知道你们已经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，我也不想追究你们的责任。哎呦，徐小姐真是明白人。呵呵，这个既然我们要是没责任呢，但我们也就谈不上赔偿。我对赔偿不抱任何希望，相信你们也不会为我开这个先例的。哎呦，许小姐真是太明白了。您既不要求赔偿，也不追究责任，下边您不管谈什么我都愿意奉陪。哎，小高，哎，跟徐小姐换杯茶呀。哦，用我那好茶叶啊。嗯，岳主任，那咱们就探讨一下这次灵妈养殖普遍失败的原因好不好？哦，这也不能说普遍失败了，您失败了别人不见得失败了呀。据我了解是普遍失败，恐怕没有一家成功的。哎呦，要照您这么说，这个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啊。您比如说他这个饲养方法不当是吧，防病治病不及时啊，这个温度湿度他万一掌握不合适是吧，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呀，他总是。你不用来这些虚的，我已经思考了好几天了，归结到底这种人工养殖灵蛙的新技术本身不能够成立。不是，也就是说灵蛙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人工养殖的阶段，只要是人工养殖就必然会失败。哦，这太绝对了吧，何以见得？我查过一些资料，其实也不用查什么资料，经常看看动物世界人与自然也就能够明白了。一种动物要由野生变为家养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的，好比说猪狗牛羊吧，都经过了上千年。我插您一句，徐小姐啊，这个现代科学技术啊，它是完全可以缩短这个过程的。对，而且还很容易。比如说动物园就人工饲养了大量的野生动物，不过那得耗费很多人力物力，没有什么实用价值，仅仅是为了供游人观赏。哎，那就是说您也承认这灵蛙是可以人工养殖的？对，不过没有经济价值，因为养殖的成本相对于它的收购价格来说完全得不偿失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仍然是一条虚假广告，由你们中心代理这种虚假广告，所以你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哦，合着绕来绕去的您还是想追究我们责任啊？那这次谈话就让我不怎么愉快了，我就得考虑着想要尽早结束这次谈话了。那我就让您愉快点吧，不仅你们有责任，我也有责任。当时我正在报社上班呢，是我帮你们刊登的那条虚假广告，结果还被报社给开除了。哦，就你呀？哟，知道知道知道，我听我大爷说过。你大爷？我不认识你大爷。哎呦，您怎么不认识啊？您一定认识他，他就是我们这儿啊技术推广部的经理，叫叶奇武。文清，小哥，包间我都订好了啊，都去啊，我做多。嗯，哎呦喂，许小姐这不是吗？你好你好你好。是岳先生啊，好久不见，活得还好吧？活得还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许小姐，不用介绍了吧，这都不是外人，这就是咱大爷。你大爷，告辞了。许小姐，许小姐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我留什么步啊？还是你们留步吧，别送了。哦，不，我倒没有非要去送您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再跟您说两句话。好吧。啊，这头一句就是啊，您以前帮过我们是吧？那咱们就是朋友了。您现在要因此而受到了损失，我们是理所应当是赔偿是吧？您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。您说怎么样呢？什么叫我说怎么样啊？我今天为什么来的？你们打算赔多少啊？这就是第二句了是吧？今天本来说好了呀，咱大爷，不是我大爷要请我们信息中心的全体员工啊一块儿出去吃个便饭。您如果有时间，不妨一块儿去坐坐啊，正好咱们商量一下这个具体的赔偿数啊，还有解决办法。
去吧，这位姐姐，我们武大人可好了，最近刚刚带领了几笔养殖业的生意，拿了提成了，早就说请我们大家吃饭呢。有意思啊，拿骗我的钱请我吃饭，这不是借我的骨头熬我的油吗？告诉你们啊，这饭呀，您就不去了？我还就非吃不可了，我的钱我凭什么不吃啊？哪吃？嗯，老周老吴，小郑小王，赶紧吃饭了。哎，小郑把我的衣服拿上啊，别忘锁门。哎，来，干干干干干，好好好好，哎，都喝点。许小姐，小高，嗯，你们俩可就这一杯啊？嗯啊，你们可别惯着姐俩啊！哎啊，不会不会。今儿呢是我大爷请客，哎对啊，我请客，我呢是横着得吃着我大爷，喝着我大爷，我还得教育教育我这大爷啊，是吧？不是，您就说我教育您多少回了吧？哎，不是，当然作为晚辈来说，要说教育您呢，可能不老太合适。我这不是，就算我提醒您多少回了吧？哎，好，对吧？哎，是，照我说呢，咱们这信息中心是吧，它就是中介服务代理机构，哎，搁过去就是一手托两家呀，是吧？这边呢既不能坑了买主，也不能坑了卖主，对吧？要搁现在那就叫双赢，对吧？是吧，得保证买卖双方都能获利，对吧？您我大爷啊，净琢磨着自己个儿跟着获利了，是吧？置咱们中心信誉不过，置广大顾客的利益于不过，不是您是这。我说大爷，你老别跟着闷头说大象好不好？行啊，嗯，站起来！嗯，我那是说半天了，嚷什么嚷嚷？你是站起来就站起来呗，真是。哎啊，你小子注意点态度啊！怎么了？在单位你是我领导，在家里边你是我大侄子，是，连你爸爸见了我的面还得叫大哥呢。不是您这怎么着？是，那没错没错。那您还坐一道？差不多。不是，我就说您办这事儿。哎，您说啊，您这回代理这林蛙养殖，啊，您惹多大麻烦？我是您坑多少人呢？您这是？许小姐啊，就是广大被坑客户的代表。我告诉你啊，在办公室人家跟我唠地上午了，控诉您是罪行。我还那真是字字血，声声泪啊，激起我仇恨满胸膛，那是。真是。哎，大爷，嗯，咱别闷头吃好不好？表个态呀、啊！你也别一人把着大虾了啊！什么呀？这是，这都给我表什么态呀、啊？我真是，来啊！许小姐，您必须了啊！他其实啊，这事儿他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我也让人家蒙在鼓里了，不是？真是，你们损失了多少？我。要不这么着得了，这回呢刨去开销啊，我里外里的呢还落了俩钱，我多少得给您补点儿。您要是还不高兴的话，您瞧我这岁数没有，我立马站起来给您鞠个大躬。搁日本话说这叫谢罪。许小姐，我得打大的不对的干活。哎呀，您可别玩虚的啊。没呀，哎，咱实话实说，一共挣多少？全拿出来，啊，赔给人许小姐。不是，这多少也对您是个教育。哎呦喂，我说大侄子，啊不，大主任，他我没挣多少啊。啊不，你看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总共来齐的就这5000来块钱。嗯，许小姐，您要是好意思的话，干脆您都拿就算了。我。那要不我拿一半？别介，徐小姐，全拿着呀！哎，我还敢打赌，啊！我大爷要说这马挣5000，起码得挣2万。另外再说了，您为了我们把工作都丢了，那这图什么虚的呀？是吧？哎，我考虑啊，我们中心呢正好缺个主任助理，您要是不嫌职位低的话，这么着，报社给您开多少，我们也给您开多少工资。您是说让我到你们中心
跟你们一起骗人。哎，对对对，怎么骗呢？那我们怎么是骗人呢？我们是帮助人。哎，我们是正经企业，合法的。对，这个呢，只是我一个小小建议，啊，咱们在办公室一聊啊，我就觉得呀，您特别合适干我们这一行，是吧？不是，您自个儿考虑吧。反正我们呢是随时恭候着您到本公司来上班。昨天一接到你的电话，特别高兴，是吗？许小姐，喝点什么呀？凉的、热的，或者喝茶？哎，你别跟我客气了，咱们以后都是一个公司的人了。岳总关照过了，说你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啊？是吗？嗯，我上班还用人照顾啊？你比我小，以后啊，还是我照顾你吧。其实我今天也不算是正式上班，我先来看看。哎，你们岳总呢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我们这儿除了我跟看门的胡大爷以外，其他的人全都不坐班，常年在外跑业务，有时候好几天都不露面呢。我们岳总他就更忙了，什么时候来呀？没准儿。啊？他并没准儿呀，我不是他助理吗？他没准儿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岳总留下话了，说让你这些天先在办公室跟我熟悉一下业务。啊？我跟你熟悉业务？对呀，我在这儿工作都快一年了，也算是个老同志吧。老兵承帮带，新兵承胆快，所以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啊。啊，先喝点水吧，消息同志。嗨干什么呢？我怎么这么一会儿不在那儿，你就溜进来了？哈，又是养灵蛙的。我跟你说，他们林场的那人呢，都回东北去了。你刚才说啥？灵蛙？啊？我也听不懂。我是来练习业务，练习业务来。庆典？联系业务？我们食堂的收泔水的都让人包出去了。泔水啊？啊啊，就是鹅水啊。嗯，谁收鹅水啊？你小看人了。哦呵，那我小看你，你不收泔水，那我们单位的旧报纸可是也有人定时来收过。哎呀，我也从来没有收过旧报纸。那你到底收什么？我啥也不收。你们这不是信息中心吗？大爷，我呀，我是来传播致富信息来了。嘿嘿，你是来传播致富信息？你自己富了没有啊？啊，您瞧瞧啊，您先富了，然后再传播。你别管我富不富，大爷，你听我说。你说，我这个人呢，心中装的是大火。大一个人富不算富，大家富那才叫富。嗯，哎，你放我进去。哎，进。你得登记，我还得往里头打电话，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接待你。就您这打扮，嗯，我看没人接待你，走吧。我们这儿的员工呢，都是拿基本工资的。要说基本工资呢，那我是最高的，其次呢就是看门的胡大爷。因为呢，我们全被拴在这儿，没有时间出去跑，别人出去跑业务，没跑成一笔啊，都有提成。哦。那都有什么业务啊？那可就多了，主要呢是高科技方面的，什么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啊。上回武大爷搞的那个人工养殖林蛙的那个，就属于新技术啊。那也算新技术？你别提这林蛙了好不好？那不是骗人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是那受骗的。所以说让我到你们这儿上班可以，让我帮你们骗人绝对不行，绝对没有啊！你看我这么单纯可爱的，我
我像那骗人的主吗？我们岳主任呢也是个好人，而且是聪明人。武大爷呢虽然有点滑头，也算是个好人。是吗？我还真没看出来。哎，那我以后工作是什么呀？是拴在这儿呢，还是出去跑呢？我对你们这儿业务可一点都不熟悉。哎，没关系，岳总啊经常跟我们说，干咱们这行的呀，只要求聪明，不要求什么业务都熟悉。那么些高科技，你熟悉得过来吗？他说你今后的主要任务啊，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业务。他说有些业务呢是要出去跑的，还有些业务呢会自己跑上门来。哎，等会儿。喂，啊，是我，啊，啊，那你先把他带到会客室去吧。嗯，好。说来就来了，走，跟我一块谈业务去。你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我姓凤啊，凤富贵，也没一名片儿。哎，来来来，手写了两张，来来来，给给给给。不客气了，冯先生，名片您留着送别人吧。我和许小姐都很忙，请您长话短说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为什么要需要你们的帮忙呢？我是来帮助你们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好像我们也不需要吧。既然咱们互相都不需要对方帮忙的话，那就谁也别帮谁了。许小姐送客。哎，别呀、啊、你干嘛对他这态度啊？你让他把话说完。你放心吧，他自己会说的，先得用这种态度把他的气焰压下去，省得到时候他跟咱们讨价还价。你别多说话，好好跟我学着点。哎，两位小姐别走别走。中了中了，就算是互相帮助吧。你们这不是信息中心吗？我有很多支付的门路啊，咱们想办法把这些支付信息给传播出去。我是这意思，尽快的让那些还没有找到支付门路的同志们尽快的富起来，富起来。我看你就没找着门路。好啊，冯先生，你的想法非常的好。那你都有哪方面的支付信息呢？咦，多多多多多多，太多了呀！你说是吃的还是用的？是穿的还是玩的？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？是餐饮业还是服务业？是建筑业还是运输业？是纺织业还是冶金业？上头一脚，地下一脚，五花八门，好事多多。你刚才说有养殖业，那有没有养林蛙的？林蛙？啊，我给你看看。养殖业，哎，这你看看看看，多多多多，这有杂交果子狸、黑凤无骨鸡、美国野鸭、日本鸽子、白蜗牛，还有杂交狗肉。嗯。啊，杂交肉狗。林蛙还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省得骗人。你以为这就不是骗人了？你拿着什么书给我看看。你那可不中。哼，看见没有，支付信息八百字，八百字呀。老天爷，你要是把这上面东西全学会了，我还挣啥钱呢？十块钱一本，那看你要几本。我呀，一本也不要。许小姐送客。哎，别送客呀，要不咱们也来一本支付信息八百则呢，才十块钱，哪怕有一条有用，咱就不吃亏。肯定一条没有。哎，咱们有十块钱干什么不行啊？买话梅能吃好几天呢。就像这种传播支付信息的，你趁早别理他。我听岳总说了，哎，这种把戏搁头两年还成，现在啊早臭街了。咦，对呀，真是臭了街了。前几年这书啊好卖得很，这两年就剩这几百本了，他死活是卖不动了。所以啊，我算是给恁扛来了，算交个朋友，五块钱一本，恁全包圆了。哎，恁不是搞信息的吗？这正好也对恁的口。五块钱不中，四块钱一本行不行？三块钱一本中不中？两块钱，一块钱，两本儿。白给都不要，许小姐送客。哎，哎，
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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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妈蛋，你这走就走吧。小高，小高做的太对了。为什么说这些小册子基本都没用呢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且不说这里头很多东西它都是假的啊，我呀先给你们看几本书。嗯，来看看啊，使用专利啊，致富指南，最新科技项目，看看这些都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的吧？啊，来来，国家专利局编的，啊，这里头很多都是实用性专利技术，所以说呢，这些致富信息那都是真的。那，可是你真要想靠它致富，呵呵，那也太难了。为什么呀？要这些致富信息都是真的，那为什么还是致不了富啊？小雪，你今儿头天上班，往后日子长了你就明白了。光靠信息能致富吗？啊，你得把它转换成生产力，你还得生产出产品来。哎，而且你的产品啊还得比别人家又好又便宜。您有这能力吗？那看什么产品了，如果是特别简单的呢？不会太简单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是特别简单的啊，人人都能干的是吧，本小利大的，不赔包赚的，那发布信息的人啊，或者说那专利发明人吧，人自个儿不就干了吗？是吧，人自个儿不找厂家联营去了吗？干嘛人还非求你不可呀？那要照您这么说，这些致富信息都没什么用了。当然有用了，没用还要咱们信息中心干什么呀？你想想啊，现在有多少厂家啊都面临着停产跟倒闭，因为是产销不对路啊，没订单没市场啊，人员下岗，库存积压，是吧？另一方面呢，又有这么多真正能致富的新产品新技术啊，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啊，它不能生产出产品来，多让人着急。所以说呢，咱们这些工作呀啊，就是为他们牵线搭桥啊，在经济的海洋里头，是吧？咱们呢起到的桥梁跟纽带作用，呵呵，意义重大，姚旭同志。可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既然那些信息都是公开的，这些书哪都能买，嗯，那些厂家干嘛不自己买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产品？干嘛还让你们牵什么线呀？让你们在中间白赚一道钱？你看。要不我说你适合在我们这儿工作呢？就凭你这深思好学的态度，是吧？不，当然你刚才说那些问题啊，它有方方面面原因，是吧？你比方说啊，他有些厂家他没意识，他没有专利概念，他无法判断一项新技术的实用程度，是吧？他也做不出可行性的论断。你看那些发明新技术、新工艺的人，他没市场概念。他没有推广能力，他也找不到联营厂家，他甚至都怀疑自己个儿发明的这专利到底能不能赚钱。另外有很多专利技术它是不能公开的，啊，顶多就是公开其中的很小一部分，所以这就得靠咱们了，是吧？靠咱们从中牵线搭桥。可我怎么还觉着你们有点买空卖空的意思？甭说你了，这有时候连我都觉得，买空卖空不是坏事儿，他期货也是买空卖空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什么时间？该吃中午饭了吧？小许啊，我们这儿有一个食堂，是和院里的几家公司一起合办的，可以让他们呀把盒饭送到办公室来，也可以去食堂吃。就别食堂了呀，人今儿许小姐头天上班，哎。我请你们两个人到外头，让我接着电话。哎，哎，赵厂长吧？我小月。哎哎，你好你好。啊，没错，明天上午咱们签合同。哎，我还告诉你啊，
我已经初步联系了几家客户，哎，就咱们那果蔬脆片机啊，大家都非常看好，哎，不，我跟您说一下啊，就是关于那个我们那具体的提成问题，哎，不是，我想您看这样，别介您啊，你可不能这样的。好好好好，行，您等我，我马上到，好不好啊？哟，这没办法了，这个，要么你们就，这还食堂领盒饭啊？哦，对了，许小姐，我心意可到了，您可得领我情啊，课算我请过了。行。你这我这什么东西还没吃呢，您就算请客了。还是有点买空买空的意思。我呀，听不出来了，不至于吧？刚有了男朋友就把姐姐我给忘了？啊，我打电话呀，是想告诉你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已经把咱俩养林蛙那间屋子给收拾出来了，啊，以前啊是咱们俩人一间屋。现在啊，是我一个人两间屋了。当然了，我现在就在这屋里给你打电话呢，啊。第二个好消息啊，就是坑过咱们那家信息中心，赔给咱俩5000块钱。真的，真的，我都给你寄过去2500了，明天就能收到了。嗨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咱姐俩谁跟谁啊，啊。第三个好消息就是我找着工作了，你别急啊，接下来就是那坏消息，我呀就在坑过咱俩那家信息中心上班呢，反正今天第一天去，以后怎么着我也不知道，嗯，反正啊我是不会去跟他们去坑人，我随时准备辞职。不行不行，您留步，我不能再让您进去了。哎，你，哎，你是不是养林蛙的？什么？那林场的人那是早回东北了。什么林场啊？我就找你们中心的头啊。那领导还没上班呢，那办公室一个人没有，你进去干嘛？我真的是有急事啊。那，你现在拦着我每一分钟，对国家那都是极大的浪费呀、啊。对民族这是犯罪呀、啊，老同志，这是你将来是要后悔的。嗯，你将来非惭愧不行。我后悔？那你要进去了，办公室一人没有，丢了东西，我就更后悔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是拿我当贼呀、啊？那我突击五，我堂堂的发明家呀。我随便拿一项专利，那都是上亿的收入啊！这是，我会瞧得上你这，你污蔑好人的，你这是我。走，咱们上派出所评理去呗。上哪儿？派出所评理去。派出所去不去？哎，不去。不去。你这叫调虎离山。哦，好嘛，我前脚走，你后脚贼就进去了。你还是拿我当贼呀、啊？嗯，差不多。走，派出所去。不去。走呗，我不能去派出所去，不能去，你敢去呗？哎，怎么你怎么不敢去呢？吴大爷，哎，你这先生怎么欺负老人呢？哎，怎么是我欺负他呢？明明是他欺负我了。小许姑娘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把他带走吧。走，那我带他去派出所。还去派出所干嘛？上会议室，他说有业务找你们联系。我姓突，突击五五，也是个业余著名发明家。有30多项发明成果获得国家专利了，最近又有一项重大发明，想火速请你们中心呢。来，请坐。哎，成，您坐。想火速请你们中心呢，帮我联系几个经营厂家。时间非常紧了，现在每拖延一分钟，那都是对国家、对民族重大犯罪。这么严重啊？嗯。那您能不能？稍微透露一下您的这项发明内容。当然成了，可话说来长了。哦，小姐知道呗，
那么中国人的体质比起洋人的普遍水平是要绕一些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人说了，这是膳食结构出了问题，那么是吃草的，洋人是吃肉的，其实非也。洋人他也吃粮食也吃菜，那么也吃肉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呢，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，那么吃的肉不比他洋人少啊。可为什么这个体质他就是上不去呢？是不是还有遗传的因素？ No， 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？ No。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，要改善一个民族的体质起码需要几代人啊。非也，据我研究主要是餐具上出了问题了。人家洋人用的什么？用的是刀叉勺碗，每吃完一道菜就用勺碗把这菜汤喝干净了。那么用的是筷子，每吃完一道菜这菜汤就变成干水喂猪了，猪肥了人瘦了，这菜里的营养20%是在汤里。同样吃一道菜，咱就比人家少吸收20%的养分呢。你想想这辈子吃下来，咱们的体质就是比人家的要绕啊。有道理。那您的意思，我们以后是不是应当提倡用勺吃饭？光提倡有什么用啊？用筷子那是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啊，那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，但是忒可怕了，忒难改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因势利导，所以我发明了一种新型儿的餐具，一种革新以后的筷子，那可真是我国餐具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啊！要是能够迅速在全国普遍推广啊，不客气地说，那就等于呢，在全国的农副产品上普遍增产20%啊！啊，那简直太了不起了！那您能具体说说您发明的这种新型筷子是什么样的？成，咱也别光吹了，这是我做的几个样品，您自己看吧。空心的？哦，空心筷子？对。也能叫吸管筷子，哎，又能当筷子又能当吸管，吃完了菜把盘里的干水不是糖这么一吸，100%的营养都吸到肚里去了，一点都不糟蹋，忒伟大了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吴大爷，早啊！哎，岳总，您来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啊，这两天那养林蛙的没再来找的了吧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哦，有时候还有人来，啊、来了呢、啊啊，我就给打回去了。哦，您看都归我了。您收来，您收来啊！没有没有。其实这不怨别人，嗯，都赖我大爷，知道吗？嗯，赶明儿这么着吧，我让他呀。请您好好吃一顿、啊、哎哎，您这话可说了算数啊。那当然算数，别玩嘴子啊。您要真有心请我、现在就找个人替我值班。好的，我跟你大爷出去那好好吃一顿。上回你大爷请客啊、让人家给打包拿回来的。哦，那菜都凉了、那吃的这不那味儿了。行行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吴大爷，哎，一会儿有两波啊，客户找我签合同。哎，一波就是那个果蔬脆片机那个赵厂长，您带到办公室去。哎，啊，一波就是买这机器的几个客户。哎，您给我安排在会客室。好，两波客人千万别让他们碰了面，一碰面咱们就瞎菜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他们一碰面就把您给甩了嘛。哎，岳总，啊，您刚才说那个叫什么机器来着？果蔬脆片机，就是咱们那个用那个水果跟蔬菜做的那个脆片的机器、啊、是吧？平常那土豆片苹果片吃过吗？哦，对了，我知道您牙口不好、你也吃不了那个啊。您甭打听了、小刚还没来。小刚没来。小许来了。正好碰到客户在会议室那谈业务呢。哦，你说这年轻人他进
刚来两天都会谈业务了，市场需求我都盘算过呀，海外市场先放一边，就说这国内最少10亿人用筷子呗，每人每年就算他用一双筷子，那就是10亿双啊，每双筷子咱也没多赚，就赚1块钱那就是10个亿呀、啊、再说了，这是空心筷子，容易坏不是啊，它容易折容易断，每年最少我盘算还不得用2双啊，2双筷子那就是20个亿呀、啊、多么大的市场呀、啊、多么大的利呀、啊、所以我认为呢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的啊、哦、这是我们岳总，您不用管他，您接着说。嗯，那我接着说了，就是所以我认为呢，在我所有的发明当中呢，还就属这个空心筷子那是最伟大的发明，而且是最有实用价值，嗯，也是最能带来高额利润的、哦、所以我希望呢你们能赶快的以最快的速度找些厂家来，10个8个的也不嫌多呗，赶快上马，赶快挣钱，嗯，挣了钱大家分呗，那个利润分配呢我还没想好，我琢磨着吧，说个数提供您参考呗。你说我这专利就占20%就行了，总盘20个亿呀、啊，我就拿个4个5个亿就得了，就得了。哎，我先插你一句啊，哎，您说，就您的这个一次性的空心筷子，您生产的时候呢，您考没考虑它这个成本上？谁说是一次性儿的嘞？那谁说嘞？一次性儿的那是制作的吸管。哎，谢了啊，那根本夹不起东西来，要想夹起东西最少得用木头，中间还得搭烟儿，那生产成本那是非常高的，几毛钱一双啊，嗯，用完一次性儿走扔了那不忒可惜了的了、啊、可是他不扔怎么办呢，这他不好清洗啊，这个您瞅瞅啊，这里边就这么细的眼儿啊，这怎么捅他捅不进去，他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，可呗，这要是用了几回那里边还不得长了霉呀、啊、对了，可不搜拾吗，还真没想到哎，对了、嗯、找根细铁丝儿啊，再拴上点什么棉花团啊什么，就像那个大气筒似的，这不就洗干净了吗、配套销售，哎，对了，配套销售又挣一分钱呢、哦、聪明真是好主意哎，可是他得洗起来也很麻烦呀。嗯，您想想啊，您说这家里要是有几口人吃饭，他是不是得就用10来只筷子呀？哦没啊，可是你洗的时候呢，他得一只一只的往里头捅啊。哦没啊，他不仅捅得干净。哦，我考虑啊，您发明这空心筷子呀，是不是就为了喝汤方便呀？不对，哎，都是呗。要这么着呢，我给您出个主意。啊，您说呗啊，您要是一双筷子再配上一把汤勺，那是不是用起来就更方便了？就是，可不就是吗，就是更方便了呗。哎，不对呀，那不对了，那还要我这发明干什么呀？那您的发明就没多大用了。